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瑞伟创办人兼总裁林文峰博士。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那么允许我哈，分享一句话。然后这句话我很喜欢讲，因为它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哈。那么这句话是2000多年前，那么老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知人者智，而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而自胜者强。”什么意思？意思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了解别人，我们能够认识别人，那的确你很了不起，你很聪明。不过你需要真正的智慧来了解你自己本身。他也继续说，他说今天要是你能够赢别人，你能够战胜别人，你的确有力量，不过你需要真正的能量来战胜自己本身，来征服自己本身。对了，各位朋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个时刻我们必须要多学习，每个时刻我们必须要多充实自己本身，每个时刻我们有机会我们就要来参加这样的培训会，因为这种培训会我们会得到一股很大很大的能量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本身，并且征服自己本身。那么各位朋友，我很高兴，真的非常高兴今天大家的出席，尤其是那些千里迢迢坐飞机来到台北，纯粹就是为了这场培训会的那些人。